完全就完了。来啊，走啊！好，要报警，这个感觉。确实是有债务纠纷。据被害者的说法，是在前一天，他们偶遇，然后当事人要跟他催讨债务，然后对照这个范闲，他不予理会，那反而是恼羞成怒，在隔天就持刀去进行恐吓。